车，别超速，你受伤我会心疼的，慢点开。我想陪你多待一会儿，多待一会儿，多待一会儿。注意注意，前方有闯红灯拍照，小心你的身世美人被。完了，又开始了。小心你的盛世美颜，盛世美颜什么？被拍到。人家很喜欢听你。是是是，当我听到百度地图里边的导航的声音的时候，我自己的声音的时候，应该是很开心的，因为它最后要有重叠的声音嘛，要把它声音给拼在一起，所以会让你录很多有一些你不知道的那些小的那种故事的那种像绕口令似的，还比较难。对，前方红绿灯，哎，前方红绿。啊，前方红绿灯路口，而且一个人被憋在那么大的一个房间里边，一路就是一天，没有氧气，对，所以还是比较压抑，但还挺好玩的。最后放出来的时候，应该还挺好玩。好玩，我们就再多录一点。